保安等等，是甲上面麻烦。唉，我在抬头 Google 关于一零四一个消息的话，可以跨平台玩。簡單來說，即係 PS4、Xbox、PC 三個平台咧一齊玩嘅，可以。以往都係 PS4、PS4、Xbox、Xbox、PC 或 PC， 三個人獨立噶嘛。但係佢話可以一齊 BFDS4，但我心諗一齊會唔會有一個簡單嚟講就係嗰、那個。差異嗰、那個差異個好大，因為手柄咧，佢嗰個活動嗰個能力好弱啊。通常你見到玩 PS4 嗰啲人咧，甚至 Xbox 咧，佢個活動嗰個能力好慢。但係 PC 唔係，但係 PC 係咁玩玩嘅射嘅啫。但係 PS4 咧係慢慢啲係咁射咁樣啫。但係 PS4 或者 Xbox 咧，佢係有一種叫做槍嘅輔助。假啲嚟講即係，佢唔會飄啊，射嗰陣時啲槍咪飄緊嘅。但係 PS4 係好平嘅射得，所以會唔會有一個差異嘅？都係諗緊，應該有啫冇啊，但係應該有嘅。
不過最想關心就係件事到底咁真係可能螺絲嗰條螺絲咧，一百個分上台度，同埋跨平台咧，可能你比 PC 啲玩家手得多，又或者玩 PS4 喺 PS4 入邊見到 PC 嘅錢打得多咧，跟住就話我玩 PS4 第一次見，應該咁講。佢好似話 PS4 都有潛藏，即係唔好以為 PC 都有，唔好以為只 PC 有 PS4 都有。即係佢試過我穿見翻嗰個寫字仔嗰個，唔係開頭嗰兩點樣，係佢問你堂食外賣咧？如果堂食就要俾張堂食嘅紙嚟。但係如果你記得上次買早餐嗰陣時都見到佢今次見翻，今次最都俾啱咗膠香雞，佢俾咗膠香雞汁。以往家鄉雞可以變燒雞，我 BF5 見到一個有幾多 T 然後一個嗰三百幾嘅講，我真係掟佢啦。原來邊啲踩地不過我琴日踩唔到，又好鬼真係轉衰法，又估人哋。